绘画的魔力在于，只要技巧越厉害，平面也可以创造出立体的世界。日本一位网友 Kokomaru 就很喜欢用色铅笔作画，这样的作品可以以假乱真啊。Kokomaru 创作出的柴犬，每一根毛发都超精细，好像真的有只柴犬趴着一样。这竟然是用色铅笔画的，仔细一看，柴犬的耳朵旁甚至还隐藏了 COCOMARU 的签名呢。